菲利普三周街偷录两周。阿克三两周。换足的联合旋转结束，来自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的周子俊，今天第一匹黑马，他的跳跃难度是非常不错的，短节目连跳是菲利普三周的连跳，单跳上的是 Luz 三周。这个难度和李若棠和王一涵是一样的，今天有这样的发挥也是为他感到开心。我们来看到第一个连跳菲利普三周接 Tolop 两周，阿克塞尔两周，这一跳落冰漂亮。弓身转且难度滑出，后半段的 Lud 三周，跳进的蹲转，子俊的跳跃能力非常的出色，如果在滑行技术方面再细腻一些，速度再快一些，分数一定会更高。